题。北京时间十点整，飞一千里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。沈海高速西向北，从瓦窑桥到三都岭隧道，拥堵距离约两公里。西往东方向，从中州桥到跃进桥，拥堵距离约三公里，车流量较大，通行时间较长。还没有行驶到这里的朋友，请提前绕道。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科技引领创新，广播拥抱未来。这里是浙江省首个地级市 5G 智慧电台温州对农广播 5G 智慧电台，人工智能、 5G 通讯、大数据、云计算，为传统广播插上技术革新的翅膀。24小时全智能化节目编排，一键式生成高质量广播节目，生动温州70载，温州人民广播电台融媒传播再出发。新科技、新时尚、新征程，5G 智慧电台，温州对农广播 5G 智慧电台，每时每刻与你同行。AI 天气预报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。根据气象台显示，温州今天天气晴。